人机三七七，这些荒唐事他们都遇到。这演奏家要来呢，我自己本人是不知道的，后来才跟我讲说他要请一个演奏家来演奏，我想说就是欣赏一下，那我就背对后面，没有人这样做，然后不是光边看，结果他就是十面埋伏的那种，是这样吗？裙摆错太长，你这 complain 这干嘛？真的太长了，神经病！我还以为那个是打灯呢。你管我，我就想要我结婚的时候，我就想要婚礼这么长，但你今天晚上10点，欣赏等待。